尊敬的诸位长辈啊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学习《太上感应篇》呢，其实就是自爱，顺着自己的性德来处事待人接物。而随着深入的学习啊，要对感应啊，对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，我们能更认识、更了解，进而啊肯定因缘果报的真相。这个肯定呢、啊，到什么程度啊，任何情况发生我们都不怀疑啊感应的道理。哦，比方我们做了一辈子好事啊，晚年生病还相不相应信感应的道理啊？哇，很多的人遇到这个情况啊，他就觉得圣贤佛菩萨讲的没道理了。所以能认识的够深，才不会遇到境界的时候啊生烦恼、生怀疑啊，甚至怨天尤人。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，他的人生真的遭遇啊非常的坎坷，他父亲癌症啊，他给我说到他出入医院就好像自己家的厨房一样熟悉。后来怀孕生产的时候呢，还胎死腹中啊，为了照顾自己的父亲呢，没有办法顾及婚姻生活，后来离婚。紧接着呢，还有更不幸的事情啊都发生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了解到他的这个身世啊，哇，真的觉得自己啊比起他是太幸福了。可是很可贵的一点是，他虽然经历人生这么多的坎坷，他没有一句抱怨，他只觉得呢是自己的问题，自己做得不好。所以这一念心呢，我们当他的好朋友啊，都觉得呢不尽心尽力啊帮他呢，真的过意不去了。所以他不怨天不尤人呢，那是因为他对因缘果报啊，他不怀疑。他能够接受了，进而呢他能够去断恶修善。所以后来啊他也改造他的命运了，现在也在学校教书啊，家庭啊也蛮幸福的。所以在修学的路上啊，信解行证，而这个信呢、啊、有多深呢、啊，解行啊才能不断的推进。假如这个信心有限，深入理解也很难得力。而一个人要契入境界的，他的信解行要融成一体，没有丝毫的怀疑，理解了就赶快去做，这样的人呢能够契入境界。所以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啊，自己信感应、信因果报应呢、啊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？能不能屹立不摇？当然，佛陀慈悲，把因缘果报的道理啊，给我们多方的开解。比方预知前世因，
今生受者是。哎，很多人觉得，哎，我这一生又没有做坏事，为什么我有这么不好的人生际遇？所以感应因果的事实真相呢，它是通三世的，它不是只能看这一世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，遇到不好的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啊，我们就要想起这一个道理了：今生受者是，那是因为前世造作不善业，才感召来这个果报。人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对任何一件事情呢，绝不抱怨。哎，为什么是我遇到？因为是为人之招啊，那是我前世造的不善业了。好，所以真明白了，人生就不再埋怨任何事情了，甚至于都觉得事事是好事。哦，不止不埋怨了，还觉得每一件事都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受了以后啊，这个果报不就消了吗？这个账不就结了吗？这个冤不就还了吗？俗话讲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而且呢，又说啊，无债一身轻啊。大家想不想无债一身轻啊？想是吧？那你就说来放马过来，是不是？该了的赶紧了，不要我临终的时候才来要，那就麻烦了。哇，那人能够这样啊，面对一切恶缘恶报，处之泰然啊，甚至感谢，甚至还期许自己啊，转恶缘为法缘，我要为他演说，不止还他债，还要跟他结法缘，那个这个就是菩萨心肠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假如不跟他结法缘，他又给我讨债，又造业，又堕到三恶道，那跟我有关系呀。我假如不跟他结恶缘，他怎么会做这些恶事呢？他怎么会来找我的麻烦，造这些罪孽呢？所以不只要还债哦，还要帮助对方啊，这一生不要再堕落啦，一定要转法缘啊。这个是负责任的人哦，这个是知道因果的人哦，这个是慈悲的人应该有的思维哦。那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转恶缘为法缘？那这我们修养就要好了，让对方啊能佩服我们的德行。我们常讲到这个布袋和尚说到的，剃拓在面上，随他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呀，他也无烦恼。大家念的这一首偈啊，有没有观想一下？自己先预演一下，有人给你吐口水，你生不生气啊？哦，又生气了。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了。哎，立定目标了，跟一切众生结法缘，给佛菩萨脸上贴金，有志气，有这么坚定的目标了，得要练功夫，练在一切境缘当中啊，心平气和。
其实啊，不要常常想我啊，多替对方着想啊，就能心平气和了。你看他给我们吐口水，他很生气啊，他一下子嗔恨呢、啊，整个充满他的身心呢、啊，他难不难过啊？他难过啊，所以我只想着怎么样让他呢气消下来，那我不就不生气了吗？我会生气是因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，那还是有个我嘛。所以今天假如你先生生气了，你马上跟他讲，哎呀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，气坏身体了是我最大的损失了。哦，你说这种柔和的言语下去，他先生还气不气得了？你们都没试过是吧？佛法要自己的力行去印证，才知道呢真实不虚啊，转自己的心呢就能转境界。这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正报就是心啊，就是为人自招啊，自己的心念呢、啊。所以一个人了解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，他不再怨任何的人，他觉得每一件事情啊，恶缘还债好事，善缘尽本分成就对方，那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。佛陀接着又讲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啊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啊，《诗经》上讲的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啊。这个吉凶祸福啊，都是自己求来的。那当然我们这一生求的最大的福啊，当生做佛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这么大的福要靠什么感召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感召了。那真的这一生坚定要往生，那时时啊关照自己的心是不是菩提心呢？是不是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？心净佛土净啊，感应啊，生则决定生，这个心时时都跟这五心相应，跟清净心相应，那一定可以往生了，那贫道早就接上去了。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啊。那我们存心言行都跟普贤十愿相应，那这个也有把握往生了。所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五颗心关照，用普贤行愿来对照自己，时时面对一切众生，不只是人哦，包含我们负责的事，面对的事物都能恭敬对待，去尽心尽力去爱护去珍惜，都是礼敬哦。我们节俭呢就是礼敬，这些万物了啊，称赞如来，面对任何人事物都能看到人家的优点，都能看到人家的付出，称赞如来啊，广修供养
啊，念念都是利益人的心，成就人的心，啊，能够舍己为人，在广修供养，哎，时时能关照到自己不恭敬了，自己呀，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，不能呢舍己为人，念念为人着想，啊，一察觉念头偏掉了，马上反省改过，这就忏悔业障了。所以我们了解到预知来世果啊，我们以后人生往哪里走啊，自己决定了，今生做此事。所以了解到为人自招啊，就不迷信了，因为了解宇宙人生因缘果报的真相了。所以很多人到寺庙去祈求佛菩萨神明降福给他，这是迷信啊，祸福要靠自己啊，不是，福气靠自己啊，去修来了，感召来了，那不是神明佛菩萨能给我们的，那佛菩萨也不可能带任何的人受任何的罪啊，因为那罪报啊，为人自招啊，那是自己招来的。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，好好的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啊，就能转凡成圣啊，这个才是我们这一生呢要努力的方向目标啊。所以预知来世果，今生做此事，这个道理一明白了，这一生呢尽心尽力积功累德啊，这样的人生呢就不会后悔了。假如明白这些道理了，没有真正去做了，迟早后悔。后悔啊，都是后面才来悔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提醒我们一句话：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啊？现在还年轻呢，精神都很好，再过20年，头发都白了，体力衰了，再想勇猛精进呢，就不容易喽。那修行啊，要在当下用功啊，要趁年轻的时候用功啊。好，那我讲到这里呢，诸位长辈不要说哇，那我完了。任何时候啊，看决心呢，下了决心。为人自招啊，一个人真下定呢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呢，这一个心感召什么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成永护啊，这也是招感来的啊。那这个我们就要了解一个事实真相了，为什么能招感来诸佛护念？因为一念骗虚空法界啊，师父这一两年讲了2次妄境还原观，把宇宙人生真相告诉我们，每一念呢周遍法界，大家动一个念头周遍法界哦。这一个道理细细想想，毛骨悚然了。哇，起一个恶念，虚空法界佛菩萨都知道，我们以后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。到时候呢，这些菩萨就说了，2010年7月31号是吧？哎呀，你看，你还说要往生西方，还起那些这么不好的念头。哇，那时候很丢脸的。
常常想想，动一个念头，所有莲池海外的菩萨都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生羞耻心啊，生惭愧心啊。所以忏悔的力量啊，可以让人不断提升啊。所以往生西方的人呢，是积功累德的人，是能忏悔业障的人，能往生。所以动一个坚定往生的念头啊，真的感得诸佛护念，龙天三神佑。我们从《阿弥陀经》当中也可以了解这个道理。十方诸佛各出广长舌相，说诚实言的。汝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的，念阿弥陀经，啊，念净土经，又念佛的人，十方诸佛都护念的，因为这个法门太殊胜了。这个法门可以当身成就啊！这个法门是把阿弥陀佛成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啊，拿到我们因地上来修啊。所以所得的真实利益啊，只有佛讲得清楚。唯佛与佛乃能知，身闻意结思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只有佛彻底了解，叫难信之法，一般的人说不清楚。那我们假如老实念呢，就得力了。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好了，一个唐朝的张善和先生，一辈子宰牛，临终这些牛要来讨命了，他吓得半死，哀嚎啊！一个出家人经过了，赶紧点一炷香啊，让他大声念阿弥陀佛。他念了十声呢，就往生了。那我们想一想呢，这个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，有多大的功德？多大的力量，让一个就瞬间就要堕阿鼻地狱的人，念了十声之后呢，当身去做佛。所以这个殊胜的因缘呢，我们肯死心塌地的抓住去念呢，那这一生呢，绝对啊不会后悔啊，不会空过了。假如这么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错过了，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后悔了。所以这一生呢，要能无怨无悔，就要了解感应的真相，知道是自己造作感来恶报，无怨，知道这一生把握好当身成佛的机会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可以当身成就了，那就这一生绝对不会后悔了。而我们了解到啊，善心善行感善果，恶心恶行感恶报。而人会造作恶业，根源呢还在因为他迷惑，迷惑了才会造业，才会赶来这些恶报。所以人只要不迷惑了，就像一个人从小有好的家庭教育，他知道如何待人处事，他知道时时啊要为人着想，要厚道，他就不会造业了。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
天灾人祸那么多，他从小没有好的教育，他迷惑才造业。所以佛菩萨为什么怜悯众生呢？因为众生呢迷失自信，造作恶业，那也不是他愿意这么做的，因为他不懂啊，染上恶习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当中提醒我们啊，先人不善不是道德啊，无有愚者殊无怪也，包容啊，进而怜悯，为人演说，要帮助众生呢能接上正法的因缘。我们做得好，就能感动，就能化人。所以面对一切造恶的人，我们要怜悯，绝对不能指责，不能对立。好，那这个感应啊，由心来感，而人的心呢，在还没有妄动以前呢，也是清净无染，非常清澈啊。只是一个妄动，产生了善恶念，善念偏向好事，恶念偏向坏事，慢慢的这个恶习越积越厚，最后习气啊都扶不住了。那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啊，其实所有恶行最初啊也是一个念头不对而已啊，只是这个念头错了，没有很好的把它纠正过来，啊，越积越厚啊，就越偏越远了。所以《易经》当中啊告诉我们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，善恶果报啊，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。那人假如对这个心念非常的敏锐去关照，他就可以慢慢呢把恶念制止，善念成长。所以在宋朝有一位赵康敬先生，他察觉到呢要从根本起心动念来修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瓶子跟黑豆白豆，假如他起一个恶念，他就放一个黑豆下去，起一个善念，他就放一个白豆下去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每一天起的恶念多啊，所以黑豆很多啊。当然呢，这个是正常现象，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都是慢慢的把习气转过来，把念头对治了。接着下定决心啊去改过，去调伏啊，过一段时间之后啊，白豆比较多了，黑豆比较少了。最后呢，他连善念呢都不执着了，连这个瓶子跟黑豆白豆都收掉了，心地啊清净透亮了，不失善不失恶了。所以我们行善呢，最后呢也不要执着善报，那有求了就感三恶道去了，三善道去了，
无求了，清净心呢，就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所以这个昭康敬先生呢，这个方法呢，值得大家参考。因为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就不自欺啊，能了解自己的状况。所以东岳大帝啊，曾经训示过我们：为善如春园之草，春天的草啊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增。人那个行善的态度啊，慢慢慢慢的，他那个善就越来越提升了。为恶啊，行恶呢，如磨刀之石啊，他每天要磨刀啊，那石头其实每天都有啊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亏。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恶行不对治啊，每天都在折我们自己的福报了。每天恶念止不住啊，三年五年的这福都折完了。就像经上讲的，与恶是恶，行恶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着祸了。但是每一天都是不断的要求自己行善的，三五年之后呢，善报就会现前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谨慎到善恶啊，都要在这个念头当中啊去下功夫，而善行善心啊，要不断的积累，才能改造我们的命运。好，今天呢，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